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ia。 今天要为大家开箱的呢是煮水饮即食料理包，那有在注重养生食补的朋友先留步，绝对不能错过。因为今天呢我要示范的是这个帝王养生肉骨茶面，那是他们家首推第一好吃的口味哦。那一开始收到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汤包还有面条，那它烹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，我们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吧。那在开始料理之前呢，建议先解冻，或者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来加速解冻的时间。那解冻完成之后呢，就直接把它剪开加上去，然后用手机计时7分钟的时间，时间到了之后再把面条加下去，直到煮滚就可以食用喽。那煮水饮的料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色，他们都是选用养生的食材，让你在享用美味的同时，还可以照顾到养生这一块。因为煮水饮希望可以透过一碗汤或者是一碗面，让现在繁忙的年轻人或者是亲子家庭可以补充精气神。他们推出的料理大部分都是平常要花很多个小时才能烹煮完成的，那他把这样子复杂的工程化成一个料理包，我们直接用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直接美味呈现。除了刚刚的这个肉骨茶面的口味之外啊，还有像是这个淮南红烧牛肉面，那他选用的呢是巴拉圭的牛骨，里面还有洋葱、红萝卜、西芹、牛腱等等的食材，看起来真的是超级美味的。那他的料理方式呢跟刚刚的肉骨茶面是一样的，非常的简单方便，那有兴趣的朋友的话都可以下订哦。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想要看什么其他影片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哦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